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福州市连江县，现在是下午4:41。连江县隶属于福建省福州市，东濒台湾海峡，西傍省会福州，陆路相距50公里，全县总面积4280.15平方公里，其中陆地东西长67.8公里，南北宽36.5公里，面积1168.13平方公里，海域面积3112.02平方公里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连江县常住人口为639498人。2020年，连江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6.87亿元，增长7.4%。连江县属旧峰山余脉，西北、东北部中低山高丘叠立，地势高，向东南部倾斜，境内多山。连江县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，温暖湿润，雨量充沛。年平均气温16.7到19.4摄氏度。截至2020年5月，连江县共辖22个乡镇、275个村居，是全国县级水产第二大县、全省水产第一大县和中国海带之乡、中国鲍鱼之乡。2013到2015年，连续3年获全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。2012到2018年，连续6年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。2021年6月4日。连江县列入2021年水系联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名单。
滴滴滴滴。
Beep beep.